相关人员表示，韩国人气选秀节目 Produce 48将于今日在首尔展开首次竞演，96位练习生们将为观众带来前辈歌手们的热门曲目，随后先进行现场评价，再进行网上评价，两个成绩合并结算后决定合格人员以及落选人员。对此 Produce 48节目组相关人员回应表示，下午将进行节目的首次现场评价，练习生们将在国民制作人面前带来精彩的舞台表演。据悉 Produce 48将于6月15日首播，粉丝们纷纷表示期待播出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